爱是这一首《送我一枝玫瑰花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是在琵琶当中也是必练到一首歌曲当中，用到了非常多丰富的技巧，非常复杂。那这首歌曲有着强烈的舞蹈节奏，表现热恋男女中的欢快的情绪。我们现在就邀请两位老师一起带来这首《送我一枝玫瑰花》。精湛。好的，下一首歌曲继续由我们全体乐队老师带来的合奏曲。